那天啊，收拾你房间的时候，在你床头发现了这个。心情，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给我戴上。 全全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说，全全，这个问题呢，你得听爸爸跟你。哎，你们两个一起睡觉，为什么不带我，还把我扔给姑姑？哼！啊，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。好的，行了，不行。敏全全，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啊！没关系，爸爸一会儿开车送你，绝对不会迟到啊！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。我儿子，我惯着怎么了？惯着是吧？谁都别想睡。 都不许给我睡，上班了，上学了，上学。全全，爸爸，全全，上幼儿园去了。爸爸，再睡会儿。嘿，小坏蛋，走，穿鞋。以蓝鸟现在的情况呢，多了确实有困难，但是5亿，我帮你们搞定。那么，不行不行，太多了。 你不要有压力，我这么做也不光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板安和蓝鸟啊。明天让曹木来公司，我和他谈谈细节。嗯，如果说蓝鸟参与了这次收购计划的话，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有一点敏感，你知道的吧？我不想让何海翔他们多想，所以咱们俩现在的关系还不能往外露。对啦。 你怎么那么聪明呀？不愧是我儿子的爸爸。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想收走我的名分。什么名分啊？新大总裁能不能少看点电视剧啊？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委屈了。那要不以后在外面都听你的，在家里也听你的。真的？啊。那先收点利息。 你们来了，一起睡呀！全全，乖啊，爸爸抱你回去睡。嗯，我今天就想和你们一起睡。全全，你已经是大孩子了，你之前不总是自己一个人睡吗？对呀，这个床太小了，我们睡不下。哼。
以前怎么能睡下呢？你们还一起给我讲故事，早知道就不帮你追敏慧了。有了敏慧，就不要儿子。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，生他。那要不今天算了。不行，爸爸抱你回去。哎呦，妈咪救我！妈咪救我！把这个拿上，这个拿上。圈圈，鳄鱼陪你啊。圈圈，哎，我真是坏妈咪啊！放我下来。邻居都睡觉了。圈圈。你要体谅体谅爸爸。体谅是什么意思呀？体谅就是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，你要学着自己一个人睡觉了啊。我还是小孩子。不是了，你是钢铁侠，是大人了，今天就让他陪你啊。总之不许再去我和敏慧的房间了啊，睡觉，晚安。现在大人真靠不住。睡着了，看来是真累啊。晚安。不许睡你在我怎么舍得睡呢？